其实呢，我之前有尝试穿别的厂牌的美胸背心啊，通常我一个转身，我的胸部就移位了，所以其实我不太敢再穿这种背心。直到我认识了这一件之后，我完完全全的可以放心穿着它做任何事情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里面有一层的加压网纱，等于是它把你的胸部很安全的包覆在这个加压网纱的里面。胸垫非常棒，它除了上薄下厚，非常的稳定舒适，可以让你穿着睡觉、穿着出门、穿着做任何事。冬天的时候呢，就塞在里面，外面加个毛衣啊，加个大外套都可以。那夏天呢，或者在家就单穿就可以了，多好看啊，对不对？